掐指。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太小声啦，我的声音比你较大。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嗯，啊，有够精神，因暗敢那无食饭的款。咱为去年的一月十四、十五、十六第一期的，到今日第四十八届。这个四十八，各位你爱记了，你是四十八届，第四十八届。但是咱这届是有历史以来普通班人上届多，家己鼓励一下。啊，那遮多人，我感觉我是两个原因啦。第一，咱连续两天伫《苹果日报》顶半版的，你有看到无？有诶，举手我看，有诶举手。安尼《苹果》来顶未歹呢吼。第二，三立新闻啦，我无代无志，搁甲你访问两天啦。啊，有看到三立新闻举手？哦，拢有看。安尼，所以安尼吼，恁开始对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啊，未惊啦，对不对？对啊，啊，恁本来嘛足惊诶。我本来是想讲，可能恁会惊讲，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到底是是毋是叛乱组织，啊，是讲合法的组织？想要知影，举手我看。啊好，安尼恁有恁有老实，恁有老实。我甲你讲，咱毋是干那合法尔尔，而且阁得到美国正式的承认。分这两张给你，这两张啊，就是你会当做你的护身符啦。这两张是啥物物件？第一张就是咱有一个台湾民政府基金会。这位2010年的十月七日都已经设立啊，这个基金会到今日为止，拢伫运作，伫甲咱斗相共。刷入去下卡迄张，下卡迄张是美国的司法部写批予我，我是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白纸黑字，所以过去有真多，不管是什么派、统派、独派、民进党、国民党，常常拢甲恁讲啊，啊恁是台湾民政府，啊那合法的，啊恁若歹白纸黑字摕出来给阮看。各位，我一直到三天前啊，才摕这张白纸黑字啊，伫咱的官方网站啊。这个公布，我是足够忍耐，你知不知？因为大家讲奇怪吼，啊，到2010年一十月七日都已经有摕到这张啊，啊，你也拢不爱讲。当然啦，电视广告讲吼，卡巴要讲啥，免他走啦。你知影这个故事无？哇，电视哇，一个讲啊，火灾哇，火灾吼。啊！来，记者甲问讲哦，啊，你若袂走，伊讲哦，啊，卡话是免他走。各位，因为我伫观察啦，即几年来，即两年来，我伫观察讲，什么人是真真正正伫爱台湾、伫疼台湾，要来参加救台湾，啊，要来参加即个台湾民政府。啊，唔是讲，因为你知影台湾民政府是划破啦，啊，民政府美国有主体啊，美国甲你保护啊，啊，你才来参加啦。不过呢，各位呢，算讲这两张你也未看到，你就要来参加，安尼算有合格啦。但是这届以后的哦，我都爱小个质疑呢，因为即摆拢有官好做啊，电管写个就清楚啊，所以我本来哦，这两张啊。无要提出来，坦白甲你讲，我的手头啊，还阁有九张呢。迄九张哦，更加刺激个，你要看无？啊，无你拢无声，我不爱讲啊。要看无？各位，大胆是安怎讲呢？我要予遐个人惊我死。
因为吼、哦，这两年啊，我是足郁卒的呢。一讲干嘛，你用吐讲吼，啊，你白纸黑字嘛提出来。啊，我讲台湾民政府美国已经默认。啊，我给你吐几句讲吼，啊，默认也可以否认呐、啊。啊好啊，啊，但是这边吼、哦、是有一个吼、哦、真有名的政治人物，跟咱的议长讲啦。啊，你白纸黑字提出来。啊，真侪吼，所谓的大佬啊，拢伫厝讲吼，啊，白纸黑字啦，好好各位，白纸黑字提出来，互伊看，台湾民主伫遮啦，对不对？但是恁来，毋是讲要看这张诶，恁来伫遮，就是咱台湾民政府伫十一月，伫一月初二，一月二号，今日是二十五号，一月二号。美国正式给我们通知，台湾民政府可以改做台湾政府，啊，你有欢喜无？咱是政府，我再讲一摆，我们不是这党哦。所以恁伫外口所作所为，拢爱以自己是政府的人员、政府的高级官员来自居呢。所以你唔通叫是讲你即马坐伫遮，你讲啊，我哪有资格？你有资格？啊，有几个人？四千名。你会想讲奇怪，像那四千名，那你不爱三千、五千？因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然后伫9月7日，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和中华民国。派军队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迄个时阵，丹羽秀英来台湾占领，迄个时阵，伊带1000名的公务人员，迄当阵台湾有600万人人口，所以1000名，这1000名就来台湾做伊军事政府占领的公务人员，所以咱才会拄到讲，中国人有的是小学毕业。伊嘛伫做校长，我看咱在座一定有拄着，所以美国讲啊，照比率，你即马有2300万人，按600万、1000万，按2300万，大概是4000人。所以美国讲伊个条件，我美国军事政府要将政权交予恁的时阵，予你台湾政府的时阵，你要有4000名上届基本的公务人员。当然，这公务人员拢是政务官，所以我伫电视，你甲我问的时阵，我就讲，我讲，唔是干那4000名来做咱的台湾政府的公务人员，但是这4000名是比别人更加早知影，叫做革命先行者，唔是革命先烈哈，先烈就翘起来嘛，革命先行者。所以，咱台湾政府对这个革命先行者4000名的保障，就是终身当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好冇？我讲话拢算话，因为拢录音啊。咱的录音也是为第一期，到即马48期，逐集拢有。啊，这一定个挂伫网顶的，绝对袂不去。各位，我即马要开始讲一个真简单，但是。普通人，普通的台湾人，拢搞不清楚的。甲往例同款，先爱目睭起起，拢目睭起起啦，莫甲看，我有看到你目睭是你无起起嘛。啊，我要问你问题吼，你莫看别人，啊，你一定爱回答，要唔举手就好，啊，举手唔对嘛，无要紧，人袂甲你笑，听好啊。是台湾人的举手。好，手放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举手。好，手放下，来，目睭揭起来，金起来，袂少呢，差不多3/4举手呢。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对的举手。啊，无半个。你也看，你拢听有呢。国宾饭店绝对唔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嘅。啊，你讲台湾是台湾人嘅台湾，你举手。啊，你嘅所有权伫倒？
有台湾的所有权你举手？无呢？啊，这所有权伫倒？日本、日本离婚啦，日本天皇丢啦。啊，你听我听我听清楚，这是真真重要的观念哦，你也知影哦。喜欢阿公，台湾这个主权伫日本天下。你敢看这边的钓鱼台，就是尖阁群岛。第22号，美国第18号了，应该是正确来讲是18号了。18号，对，这个月18号哈，多顶礼哎，这个顶礼拜呢，加25号嘛，多7天前，18号，希拉里和日本的外交部部长见面，讲到钓鱼台，伊讲一句话哦。嘿，也发表真重要。伊讲啥？伊讲，我们支持日本政府对于钓鱼台有管辖权，但是对于钓鱼台的主权的立场，主权的立场，我们不表示。你看啊，管辖权跟主权无共款哦，有啊，无共款哦。什么是叫管辖权？什么是叫主权？我来研究。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唔对，安尼台湾这条路到底上去？你甲看卖啊？那个边开历史，我今日知影，咱有真侪种少年人来伫听课，你要注意哦。你们年纪很轻哦，但是呢，你若听听哦，你照我来讲哦，好会灵魂哦。但是呢，那灵魂嘛无要紧，你甲老师变。阿那边来，台湾这个土地，这个主权，表示讲，什么人会当将这个土地来做决定的？迄人表示讲有主权。啊，这个个兵历史来滴，哦，有一个物件，伫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国共一拜。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来，看我家哦。马关条约里面，你所读的书里面是不是呢？中国将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丢牙手。无牙手什么意思？你无读书呢？唔丢牙手。好，当然是唔丢。但你读的书里面讲啥？中国还是说清朝永远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各位对啦，天皇，天皇跟日本是不一样哦。来，你来看这，来看这，这原版的，这原版的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与跟吉啦，吉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签立合约，第二条，第二款，第一就是将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啊，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来，过来看我这，真正的条约是这啦吼，割给日本天皇。来，咱来看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有共款无？日本天皇在法律上，日本天皇拥有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这个四个大块的岛屿，但是以这岛屿的管辖统治来交予伊的首相，所以是日本天皇有这四块土地的主权，但是日本的首相有管辖权，所以天皇跟政府是不一样的哦。啊，中国人要来统治咱的时阵啊，伊就乌白写。因为伊为着要让台湾的统治权合法化，甲你乌白讲，所以你要看到这，咱从细汉的时阵，为囡仔时代，他的册都拢火起，讲中国还是讲清朝将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不对，是割让给日本天皇，而且类似于什么物件？一个家庭内底，你一间厝。是做老爸伊的名下，我问你咧，后生会当将这间厝无经过老爸同意，甲卖掉无？
会使无？那会使举手。啊，真拢袂，真拢会晓啦。因为所有权唔是伫孩子手头嘛，是伫老爸手头嘛，对不对？我讲讲一个较简单的，互你知影。我有一只车，我来过户给咱的黄司长。啊，当然这只车的所有权就变成黄司长的，对不对？黄司长讲啊，我年纪小可大了，我唔敢讲大，小可大。啊，我交我的后生去使。啊，那别墅干哪？大日本帝国，日本天皇有主权，啊，交政府迄个管辖权，赶快的意思啦。就这只车，我交我的后，伊交伊后生去使，不行，伊的后生开车去弄掉，车去共弄掉啦。啊，人讲爱赔，啊，所以伊这个后生讲，我赔你嘛，啊，我将这只车卖掉来赔你嘛，安尼敢会使哩？会使不？会使举手，袂使嘛？会使。啊，伊也无，因后生也无所有权啊，所有权是老爸的啊，都是袂使嘛。听清楚呢，敢若日本天皇，伊的土地来交予首相管理，啊，首相佮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首相有足印，有责任东条英机，所以东条英机啊，侥幸。日本天皇有受到处分吗？没有。哦，这真要紧呢！日本天皇伊若无受到处分的意思，就是讲，为1895年的《马关条约》一直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27条内底，对日本天皇拢无甲处分，所以这块土地主权上的是日本天皇的。但是日本天皇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米内底，日本天皇去互管理啊，去 suspend 就讲悬置，甲吊起来。甲林宝甲吊起来，就讲日本天皇，你有主权，但是你袂当讲话，因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的首相发生，这是嘛是一种的处分，啊也不像处分啦、啊。意思讲，日本天皇对于所有的土地袂当来表示意见，包括现主席今的日本，这个日本就是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时阵，日本政府内底的这个首相，这个东条英机啊，叫伊处分，甲判死刑。所以即摆日本天皇伊有这块、这四块土地，啊，即摆国公倒转来讲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安那咱当挂牛？台湾若要挂牛，伫国际法内底有规定。一般殖民地、拓殖地可以割让，啊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没让割。啊，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我讲一个例，这是主人法内底、万国公法内底物件。刚才人体，请问我人体内底我的内脏，敢会当亲切挂号你？可不可以？会使举手。我跟你讲，你买单给他硬讲哦，怎么不可以呢？移植啊，肝移植啦、啊，肾移植啦、啊，心脏都有移植哦。刚刚阿伯啊，心脏冇移植啊，哇！你讲啊，移植啊，对，赶快！即马迄个台湾即个土地挂出来，因为伊唔是伊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伊是台湾是伊的拓殖地，所以伊即马挂出来以后，日本天皇都要叫手续来，干哪？因为我若换歌，啊，我的歌会甲我本身产生一种排斥有无？啊，就爱食排斥药嘛。即排斥药食到尾啊时阵哦，这个歌就变作甲我人体的身上的器官一样的时阵啊，就变成神圣不可分割啊。啊，所以最难啊，有两个步骤，第一爱实施同民化、皇民化啦，爱互这个所在人讲的话讲甲日本同款。啊，了后来就是实施宪法。好，这块土地人有参战权，有参政权。啊，安尼宪法实施的时阵，照万国公法规定，就是变作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你讲奇怪呢？啊，那神圣不可分割，啊，是当然大清帝国甲日本帝国签约的时阵呐、啊，除了挂台湾片哦以外，另外讲挂一个叫做辽东半岛。啊，辽东半岛挂的辽东半岛是这个清朝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怎么可以割让？
所以迄当阵有三个国家：意大利、德国甲法国，徛出来讲讲话，伊讲 no， 其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你不可以割让，袂当挂日本天皇。安尼日本天皇马关条约签了十天，佫签一个辽南条约啊，将辽东半岛啊，就是伊个奉天啊，伊是清朝的原始的发源地啊，来兴号中国，来表示讲真清楚啊，神圣不可分割，不可以割让，但是台湾可以割让。啊，你讲清朝对台湾这些土地是伊神圣不可分割，啊，是伊的殖民地，还是伊的拓殖地？那可以割让，绝对是伊的殖民地或者拓殖地。我要看，各位看一张图，清朝的时阵台湾的地图到底什么物件？你有看无？这张你有看无？这张哈、哦，我相信你读册时阵拢无看。啊，这不是我画的哈，这是古早清朝帝国的地图。台湾，这是咪台湾？是台湾，看举手我看。台湾啊，不是台湾，举手我看。哎、欸，啊，无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台湾呐、啊。但这个台湾，迄当阵清朝。伊对台湾，台湾唔是他神圣不可分割啦。清朝对这个台湾，有六个屯垦区及这个所在啦。啊，嘉平啊，我知影。我若中国人，我来甲你讲啊，迄当阵哦，沉伫海底啦。啊，落尾才浮出来。啊，中国人足好办，讲袂出来啊，记载一摆啊。各位，右边是谁的土地？高山族啦。所以挂号日本。日本天皇接到这个土地的时候，伊嘛戆戆呢，伊嘛想讲，啊都挂花就好啊，啊无想讲伊即嘛几摆，哇！伫西边这边啊、哦，还好啦，东边这边啊，高山族啊反抗，所以有一出电影叫做啥？赛德克巴莱有啊？赛德克巴莱，遐高山族伊讲啥？你们这些异族，攻击不难啊！异族啊，竟然跑到我的生活领域，因为高山族的人啊，未晓讲什么领土，伊跟他分成14个族，四界。所以日本为着这个代志，在1895年5月8号生效以后，在1905年开一个会，国际会议，叫迄当阵美国。在厦门的参议作为来开这个国家国际会议，国际会议想要跟美国，因为美国伊对迄个印第安的统治啊、的征服啊有经验，所以叫伊来开会。开会了，因来决定讲啊，高山族他们只是一个部落，他没有主权，没有全部统一的主权，所以。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可以把它征服啊，所以日本对1905年开始用警察和部队为北边直接打到南边小小的地方打多久你知道吗？打10年，1905年到1915年，这将台湾东部啊完全的征服。我讲中国乱你知道吗？很弱了，怎么说？清朝甲日本战争的时阵啊，无几点钟久，就去予日本打败啊！哎，人伊咪讲出钱诶，哦，伊有啥物舰队、啥物舰队啊，对吧？你会记得无？你的车拢有看啊？是伊讲啥物舰队啊？北洋舰队有啊？吼、哦，迄当阵伊北洋舰队有一出电影，应该你拍呢？诶，北洋舰队诶，迄、那个军舰是比日本的较好呢？但是人日本就一声免偌久就甲结拢总甲消灭呢，啊，所以免一工就甲消灭个。啊，竟然日本人为着这个高山族啊，战偌久？战10天啊！派警察、派军队，好不容易将高山族把打败。啊，所以在迄个时阵，在1921年的时阵啊，日本天皇做太子的时阵啊，有来台湾看。来台湾的时阵，日本天皇看到高山族的。哦，这些人哦，高山族足好唱歌的啦，啊舞也足好跳的啦，啊去行山迄、那个山路啊，敢那用走的呢？哇，这个民族足了不起的呢！啊，所以你看日本以前的册，日本以前的册啊，对
台湾的这些人啊，高山族这些人啊，因为台湾是有很多的高山所组成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一改叫做塔卡山国高山族。啊，当然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看着台湾很漂亮，伊讲佛摩萨。所以佛摩萨是西洋人讲台湾的名，啊，其实日本人比佛摩萨更加早就讲你台湾是高山族。啊，这但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时阵啊，伊骗这高山族的。哦，这高山吼，真是给轻视啦。高山就是什么高山啦，乌白讲的，唔是伊无读册，伊有读册，但是伊呐，甲伊讲哦，啊，你就要去争取做原住民呐、啊。迄是国民党的诡计呢，你想看卖啊？伊讲伊是原住民，啊，伊家己讲伊什么人？新住民有无？是不是？国民党是讲伊新住民，哎、欸，伊讲伊新住民，做伊去讲啊，耍到含咱台湾人讲咱新住民。原来啊，原住民啊，过过五十年，过一百年啊，什么人是新住民，什么是原住民，无啊啦，安尼结束。高山族、原住民无去啊，啊，迄当阵原住民都去互伊消灭去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原住民高山族有一百二十万人，今日剩偌济？51万，今日剩51万呢？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变作台湾政府，美国甲咱讲，即个高山族土地爱行人，而且呢，伊51万人爱想办法，互伊变作120万。所以咱甲讲，高山族后摆若结婚生一个，咱政府补助伊100万，安尼好唔好？但是迄天吼，高山族敢举手呢？秘书长，我可不可以娶两个老婆？我讲你要娶两个老婆，你问你老婆同不同意？可不可以？哎、欸，我再试一下呢。那、啊、不然万一呢？啊，可以举手。当然不可以啦。我是很注重哦，这家庭生活的人，先跟您讲，袂使。啊，但是当时嘛，要跟你讲吼。高山族甲高山族结婚生个囡仔，才有100万。你若高山族甲外口人结婚，哎、欸，这是不是100万啊？这要考虑呢，因为咱要甲保证因高山族这个血统，也让继续的传承下去。你有同意无？啊，有诶，拍手。哎、欸，有诶人吼、哦、唔甘愿呢，不爱拍手呢。哎啦，爱敢帮忙啦。哦，伊一百二十万，剩51万尔。啊，若无这个台湾政府出来哦，我讲也翘起来，无甲你骗。刷了搁免几年哦，高山族无去啦。高山族实在是真了不起呢，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搁足够唱歌，足够跳舞诶。啊，那连续两年去日本的靖国神社，甲日本天皇去哦，哇，拢满堂彩，大家拢足欢喜，看到这个高山族。而、啊、且、这个、高山族呢？因为咱在上课以后，伊就开始知影讲，哦，原来高山族的族人，伫对日本人来讲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来，啊，讲到倒来，这块土地挂去哦，日本天皇以后，日本天皇开始经营这块土地，所以伊伫1915年征服了渐渐化来的，刚好征服康奎。无讲打赢打输这个字眼，政府以后，伊开始将这个台湾的主权，听好清楚啊！这阵主权建立啊，台湾从来没有建立过主权。所谓的主权的建立，就是全部的人通通一同，在一个人或者一个什么样的部落，还是一个什么控制之下，那个时候才能够叫做主权。主权的英译有英译字啊，叫做 sovereignty。sovereignty 中国人没有这个字。中国人在这个100年之前没有 sovereignty， 没有主权这个观念，他们只有管辖权而已。所以1915年开始，日本天皇通抵了的专台湾这块土地，啊，开始建构了台湾的主权。所以以前台湾的主权没有，一直到1915年以后。所以在1922年的2月
26号来的华盛顿裁军协定，有九个国家的第19条来的规定说，台湾澎湖是日本天皇的土地。那个时候是算头一摆国际条约甲承认，叫做华盛顿裁军协定。所以自从那个以后，自从那个以后，台湾这块土地主权会当讲变作日本天皇一定条嘞。所以你啊看中国，一直到最近三年，再也不敢讲说，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是安怎？因为我林志深将战争法甲写甲清清楚楚，我刚才用这个图给中国看，伊就飞起啊！所以中国开始伫2007年，南京军区司令员伙同武汉大学87位国际法的教授去研究战争法。伫2009年，因写一本册出来，迄册内底所谓论述跟我的一模一样。我唔敢讲伊抄我的啦，但是呢，因为这战争法啦，没说谁抄谁啦，但这战争法是不离亲的，但我讲你就知。所以伊这个2009年伊知影以后啊，我甲有一本册我有看，写甲真好。足可惜，台湾的问题无写。但是我会当甲你讲，甲迄本册内底有写，表示讲台湾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国的中央啊，已经清清楚楚的了解。台湾这块土地永远不会让中国拿去，永远也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已经很清楚了。台湾啊，既然说在于情于理于法上面跟中国没有关系，伊无法度就在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自古以来你要找这么多啊，那自古以来啊，当然欠一半。所以中国现在改变一下啥？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听我牙手，你无牙手嘛对，我嘛听无。中国人足够讲遐有诶无诶，所以各位，伊呐既然讲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你在座各位列当啪，我完全的放心，放一百个心，因为。永远台湾不会被中国拿去。所以如果说一些说、要统一的可能会很失望，但是我可以跟你说，美国就是这样想，全世界都这样想，但你台湾不会想而已。来，我刚才问过你是台湾人对不对，再问一次，你是台湾人请你举手、好，注意哦，我若甲你问讲，我你来美国啦哈，啊我讲移民局啦，啊你讲你是台湾人，啊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啊？无啦，这边没有国籍，你要提出来没有国籍的东西啊，你总无可能从我迄个去过美国迄个法院的破卡都破去啊。各位，你要怎样证明？哦，你徛这里台湾人，安尼好。啊，你若明仔载徛伫美国，啊，你美国人，靠迄个代志。我甲你讲，啊，来怎么样？来听我清楚啊、哦，各位，你要入美国海关爱啥物物件？护照对不对？啊，你有护照的举手，有护照的，不要紧啦，有就有啦，我袂甲你笑啦，有的举手，较吓啦，好来，放来，你的护照顶完啥啥？来。Republic of China 对 ，Republic of China 是啥物？台湾哟，是毋是台湾？迄叫啥物？安那唱？中华民国对不对？各位，你边证明你是台湾人啊？有啦有啦，好家伙，也看我下一个台湾呢。这上面两个节奏，你知啊？单嘴闭呢？实在话哦，以后去做就好啊，加这个台湾要创啊，好人拢飞去。好，你讲你讲啥台湾嘛哦？啊！甲拍开，这个甲拍开，来这迄个国籍写啥？中华民国。啊，拍开一个，唔知有 slide 无？啊，无嘛，快紧来，好，你护照你袂当证明你是台湾人，对不对？好，
伊讲哦，啊，你巴多护照啊，无你有身份证无？有啊，来，你的身份证摕出来看，来，相片拿出来，身份证，好来，电话下下，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中华民国呢？你听好哦，你还是国民，你是不，你喊公民都不是呢？啊，你讲投票是投什么意思？有投票的举手。你看哈，你是国民呢，中华民国国民呢，啊，你讲投票，啊，你看你有效哦。我以前下载，我今晚无下，我无去投票啊。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对不对？啊，来，你还不服气嘛？哈，来，你身上有台币嘛？新台币嘛？你吼、哦，一千块、五百块、一百块，还是铜板拢无要紧，甲摕出来看。电话谢谢。中华民国有啊？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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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中华民国款嘛？各位，你讲你台湾人呐、啊？你是台湾人吗？你无资格讲你台湾人，所以。啊、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出生？你的身份证？那那那那那那，那些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不能忘记的，他都在看的啊。马上赶快，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不是台湾人。各位啊，这是今天你喜欢来上课的原因啦、啊。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呢、啊？你无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所以即马虽然讲什么台湾护照免签证啊，去真侪人去到美国啊，叫原机遣返。等于，因为安那，我伫个彰化演讲，我伫台中演讲，我伫台南演讲，拢有人举手，啊，把我遣返呢？啊，为什么把你遣返？啊，不是免签证吗？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台湾人啊，所以。奇怪是讲，伊要离开海关的时阵，原机遣返哦。要离开的时阵，佮伊讲一句话：你们台湾政府已经在办身份证了，你为什么不去办？所以，迄个人倒来马上甲因后生讲，较紧的去佮找台湾政府啦。结果他就找到了，讲我的演讲啦。这不是讲白菜呢？迄人举手呢？伊讲我就是叫遣送回来，有能力遣送回来，马上搬呐、啊，全家拢去搬呐、啊。各位，这就是啥喏？我们要在你上课。咱是本土台湾人，咱不是中国人，对不对？对。你刚才也要讲，但你要证明啊。所以美国，伫2006年10月24日，我带了228人去告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够了、哦，2009年4月7日，高等诶，这个高等法院宣布5点：第一，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哎，我吼吼，拜托恁的手机拢甲关关咧啦，我会较好听啦，音乐无好听，关成静音啦。来，第三。本土台湾人，先听好，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什么叫政治炼狱？在政治上，咱台湾人去予伊个中国人，甲咱骗讲咱是中国人，啊，甲你去选，你去选举，啊，你去选的时阵是没有办法脱离中华民国，所以伫内底滴漩涡，洗啦，啊，叫做政治炼狱啦。因为你若无来上课，我甲你讲，各位啊，唔通去投票哦、啊！你明仔载干嘛？卖投票啊！卖投票！我即摆无投予民进党，我咪投予国民党，安尼害啊？会害无？才是先，绝对袂害！你投予民进党，甲投予国民党完全一样。国民党叫什么名？中国国民党。啊，民进党叫什么名？中华民国民进党。哎呀，你讲机关啦，是安尼讲中华民国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是因为民进党的党纲内底第一条讲，咱的名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啊，个台湾决议文嘛，安尼讲，咱拢叫做中华民国
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各位啊，你真正台湾人啥找无路啊，家己去找死啦！啊，无代无志去入去中华民国内底啦！啊，刷入去讲，我都卖去投票，啊，你卖投票，啊，让国民党调不要紧无？不要紧！你听我讲，绝对不要紧。等下我再来讲，啥也不要紧。第四点，美国法院承认讲，今日台湾还佫伫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第五点，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各位，您头拄仔看迄张美国的司法部的犯罪中心发落国务院内底，就是这点啦。甚物是司法部内底犯罪的迄个中心呢？就是讲，伊伫监督讲，你国务院有照美国的法院伫判的行无？你若无，伊就甲你起诉。所以，我顶回2010年、11年、12年、10年，啊，甲12年，阮拢有去 AIT 在台协甲抗议，甲讲你爱照美国的判官来做，啊，美国判官要安怎做？咱甲要求中华民国爱离开台湾，伊甲你讲怎么离开？你知影要让伊安怎离开吗？知影举手，你嘛唔知影，但是你嘛看袂出来。啊，但是确实点样去做啊？我讲几个现象给你听。第一，中华民国的联勤总部已经取消，你知影吗？知影举手，联勤啊，好，中华民国宪兵已经取消，知影举手，好。83年厝诶，讲满三年去做兵呢，迄款话你也听会落哈？满三年去做兵，迄个免做啊嘛，对不对？因为咱甲美国讲，法院已经判我赢，你会当叫我台湾人搁去做中华民国的兵，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呐。当年美国去占琉球的时阵，敢有叫琉球的人去做美国的兵？无呢。美国去占伊拉克，敢有叫伊拉克人去做美国的兵？无呢。美国去占古巴，敢有叫古巴人去做中华迄个美国的兵？无呢。啊，是啊，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啊，我去做中华民国的兵。咱的精神拢错乱起来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人轰炸台湾？来，慢慢讲。日本的野手，日本轰炸台湾。欸、你笑，你免笑，我跟你讲，你唔相信哦。你回去的时候，你坐计程车，你甲问计程车司机，伊阁足大声跟你讲，你讲第二世界大战谁轰炸台湾？日本。卖讲计程车司机啦，我迄天甲12个博士生哦座谈啦、哦，我甲伊问啦，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谁轰炸台湾？讲日本有七个啦，博士生呢？啊，轰炸台湾日本，我无讲话，我不动声色。哎、欸，我的个性吼，你像怎啊？因遐独派，你甲恁讲哦，白纸奥利铁嘞，我这张用地，我落底啊第三年啊，我都袂摕出来。安尼有人讲是吼狡猾啦，其实我不是狡猾啦，因为我咧甲你观察，你搁讲嘛，你搁讲嘛。等有一天，都看这天啊，这两天拄啊好一个真大诶大闹啦，查某诶，甲咱局长呛声讲吼，你无白纸黑字拿出来，我不相信。吼、哦！我本来是要卡慢只提啦，未做。我讲，甲讲不，后壁还佫对啦，但是莫讲出来。我甲你讲吼，我后壁佫足精彩，还袂公布。调豆豆甲调，好，我定你讲，民进党啊，超过60届以后，会大量来受训。你要看我讲的有影无影？我每一只只只只你讲的哦，拢非常正确。所以，台湾的问题，要安来解决？你也听清楚。当然啦吼，你唔通讲我想上少三工两暗，啊接十顿，哦，我学足济。No， 啊个早嘞，个足早嘞，后壁个是高级班，迄嘛是共款三工两暗呢。
不过啦，三天两晚嘛，国际班刷以后哈，上无一张结业证书啦。迄张结业证书就是你的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啦。我有甲大家讲过，你的公务人员迄、那个任用证书哈，我甲你担保，这是叫做革命先行者任用一辈子。啊，最近这少年来哦，哇，不得了了，十几岁啊，啊这样一辈子哦，哇，公务人员做七八十年呢。阿伯替人两个不得了，哎，刚才四千个呢，我先讲啊，这个是四千个哈。啊，那前几摆呢，一摆拢百几个吼，哇，害了一声就满啦，嗰边十摆就无位啊啦。啊，那十摆吼，啊，民进党遐全无位啊，嗰十摆五十八个派死，六十几个无啊。啊，刚才四千个，过来。台湾在迄个时阵，啊，在迄个战争迄个时阵。有真侪人误解讲是日本轰炸台湾，其实咱迄阵呢，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呢，是日本人呢。因为伫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宣布讲宪法伫台湾实施，予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当然，1945年伊要实施参政权甲参战权，以前伫1937年又实行一个叫做皇民化，是不是叫皇民化？嘿，皇民化就是吼、哦、器官排斥嘛吼、哦，我甲别人的肝到底我吃，嘿排斥嘛，啊所以先将这个肝和我内底迄个组织能够契合嘛，哦，回皇民化啊就赶快的意思嘛，你要契合以后，迄、那个我们就甲食迄个抗迄个排斥的药啊嘛，啊你要时间较久嘞，伊就袂记了嘛，啊就变作一体啊嘛。赶快，皇民化实施以后，在1945年4月1日，伊公布讲台湾实施日本宪法。为一刚开始，台湾这个土地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啊，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你讲吼、哦，秘书长，证据拿出来，白纸黑字，你要看白纸黑字无？买下去。好，来合理啦，因为你过去没看，你先请我先给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第二条想想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B 五啊，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弃。Right 权利 title 名义 and claim 主张，福尔摩沙有看无？有无？你有注意一点无？伊这原文呢？迄、那个 ALL 捌读过英文无 ？ALL 后面要怎么样？加什么 ？S 对不对？复数嘛 ，all 就全部嘛。后边物件爱加 S 对不对？哎、欸，那你冇冇读过英文的话呢？还是别记哩呀？注意啦！ALL 啦，就这字啦。我想，全部的啥，迄个 right 加 S 啦，对不对？安尼无讲，袂记啦，唔是袂记呢。迄有原因在内呢，什么原因？因为占领袂当移转主权，你会记无？所以伊袂当安那，伊袂当将主权提你嘛，干呢当将伊管辖权，甲放弃你嘛。啊，管辖权，所以吉田茂的。在这1963年写一本册叫《The War in Japan》，世界与日本，其中的263页，在这里讲，我日本政府没有放弃台湾主权，我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不要去讲日本要做啥义务啊，所以《美日安保条约》对，因为武力义务，所以一件《美日安保条约》包含啥？包含台湾海峡，所以全世界拢知影。啊，加台湾人唔知影，啊，日本的无代不是包含台湾海峡，因为伊无放弃嘛，主权要搁伫天皇的手头，但是管辖权伊跟他放弃，主权权利叫做 right of sovereignty。哦，这足深的呢，啊来，你若看到这吼、個，啊你讲啊这是殖民地是啊这迄个啊做神圣不可分割，伫咧落看这个啊个条约你也看，赶快条约你听哦。1947年2月10日，来拜托。
1947年2月3日意大利条约23条，1947年2月10号第23条立法啊，23条，因为就是世界上意大利嘛参加嘛，伊嘛建拜嘛，哎呀想想，意大利23条哇，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两个呀 ，right 甲 title。有什么 claim 奈无？我跟你讲 ，claim 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领土在拥有者，他有那个 claim 的权利跟义务了。所以这个东西，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但是台湾在那个签约的时候已经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恁听有无？听有的举手。我听无，我来阁讲一摆呢。你嘛较好心诶，我讲一摆来。日本，日本 renounced， 甲日本天皇无关的哦。日本，听你日本人啦。哎，有人阁奇怪，秘书长，日本不代表日本天皇嘛？不一定啊，对不对？有道理无？有。我阁叫你看一个物件，读册毋是三工两工咧，爱很仔细念咧。我咧读册嘛足天才，我甲你讲，我一字一字读，所以我最近有咧发表嘛，迄旧金和平条约第二条啦，第几条吼，我是一字一字甲拆出来咧，算真牛咧。来，你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要签的以前，伫1945年9月2号，底下的密苏里舰上面写一个投降诏书吧，有吧？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跟我同款，无同款？啊，你提出证明来，我拿出证明给你看。来，你来看那个对日的条约来滴，投降诏书来滴。日本派什么人派代表日本来参加？是叫做啥？崇光葵，迄当阵日本帝国的外交部部长崇光葵，你看崇光葵伊的行为是啥？听我看清楚啊！有人是啊，崇光葵安尼算的，无啊，足重啊！看者 ，behalf of the emperor 啥？天皇 of Japan， emperor of Japan， 日本天皇。And H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崇光葵代表两个，一个是代表天皇，一个代表日本政府，有无？两个有共无？无共款呐。所以在那个旧金和平，你放弃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天皇不放弃啦。啊，这个有没有伟大的发现？台湾一挂国际法的推压面呢？他无呢？啊，日本都已经放弃啊。我说你等你讲个清楚，是什么人？日本的什么物件？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要讲好啊，是不一样的呢。所以日本天皇无放弃，但是日本政府放弃。所以今日这块土地要个谁？日本天皇。啊，有简单无？哎，咪三工两工咧，我跟你讲。啊，我无跟你骗，我若让你去读，你读一世人，你就不一定读有呢。啊，你免给他拍手吗？过来，好。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 23条，讲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或者我甲美国讲，啊，明明就是你只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啊，你也无代无志，叫一个战败的战胜国，这是咱贵博士讲的，战败的战胜国，中华民国。来自台湾替你来见面啊！原来因为开罗宣言啦。开罗宣言的时阵，在1943年12月23日啊签的时阵，中华民国一蒋介石讲答应讲，我如果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保证我不会侵略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啊，美国甲英国讲 ，OK， 你若安尼的时阵。安尼，我将台湾来交予你。先卖讲，伊要将台湾交予中华民国，合不合理？
伊这违反国际法啦，违反什么物件？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啦！你袂这样讲，摕别人个拳头要去争石狮呢？迄当阵台湾伫啥物人个手头？日本天皇手头呢？你伫别人个手头，你讲哎，咱两个也拍赢，我迄个物件乎你，安尼敢有道理？啊，迄阵个签约敢有效？有效。他有握手，但是不是说开罗宣言没签字这样不好，不是西方的法律是说我握过手这样就有效了、啊、好啊，有效的时候美国也在等呢，中国跟答应说他不侵他其他的国家，这样从台湾要来交给中华民国，后来签约是在1951年的9月8号，可惜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救到咱呢，救什么代志呢？伊发动韩战啊！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韩战爆发，毛泽东派义勇军入去朝鲜，因为韩战伊派入去朝鲜的时阵，军队入去朝鲜呐、啊，啊，所以美国伫联合国。在1950年12月，他提出告诉跟联合国说中国侵略朝鲜，联合国表决同意，证实了中国违反开罗宣言的协议侵略韩国，救到我们。当然啦，那阵那当阵伊无甲侵略吼，啊，要将台湾来交予你，那发出事吼，伊嘛无可能。我发的都很慢的呢，我很懂呢，所以因为伊违反条约啊，当时伊当阵中国的周恩来派一个叫伍修权率领9个人的代表团去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啊，台湾恭喜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联合国决定说，呵，你中国提出一个证明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到今日为止，中国提不出来。啊，若提不出来，敢若我用迄张图伊就倒啊，一半尔。你乃讲是神圣不可分割，所以中国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伊安那伊该用政治的。所以要改建构国家，拢来，你来小国家来。你讲哦，你承认说台湾是我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我给你偌济钱？但是主要的国家无人同意啊。加拿大更加趣味，加拿大甲讲吼，第一，我怎么签这一条？台湾也不是我加拿大的，我怎么签给你？啊，我嘛唔知讲台湾是不是你中国的，我怎么签给你？所以全世界无人甲签合约啦。啊，无人签合约，你也看、哦，中美上海公报在1972年2月28号。下面说，伊来列讲啥？我这足侪拢搞清楚，你听好清楚。台湾海峡，听好啊！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来 ，acknowledge 到底这里、个、这个、acknowledge 安哪翻呢？Acknowledge 啊，你不相信？你今天回去、哦、你查字典。Acknowledge 字典上没有啦，没有汉字也无啦，干那是日本才有迄个认知啦。啊，那因汉文的吼、哦，干那讲得知啦，就是听到啦。美国听到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拢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中国啦。故意啊，重点一只啦。在座各位，你什么人？耶，差不多拢台湾人，种种牙齿啊，怎啊不要讲呢？你什么人？台湾人。所以上海公报讲，两边的中国人跟你有关系无？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拢假搞，迄、那个无人伫个下下边。哦，我台湾人，啊，我怎么变成中国人？你是无代无志，讲人你签迄个中美。上海公报，啊！你对号入座，啊！你看你有话讲，啊！我无，唔敢讲你。
唔敢讲啦，戆啦，足戆的啦。上海公报，1979年1月1号的建交公报，817公报，各位，这三个公报，美国人真巧，拢写中国的立场，从来没有美国表示说他的立场是什么。啊，伊无问你是应该的呢？你台湾人甲中国人，因两边伫争，啊，跟你有啥物关系？所以，2010年。2010年，2010年的6月29号，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ECFA》，有无？我很高兴呢。啊，这台湾人足勇的呢。哦，哎嗨啦，签署《ECFA》，啊，台湾会被出卖了？卖什么？这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已经和解了。和解了，中华民国可以回去了。隔天刚6月30号，美国第七舰队离开台湾36年，正式来到左营军港，派车入去清泉岗，给清泉岗的机场，拢总是美军占领啦。安尼，啊，有人讲，啊，我唔知啊。啊，报纸也无写啊，李秀莲嘛讲无写，我上课直接你讲，李秀莲甲陈蔡总理讲哦，你去给我求证一下，嗨啦，啊做人的剥削总是爱去嘛，对不对？啊，你知伊偌巧呢？你要听这个故事无？袂举手，好，你拢要听，我就讲给你听。伊吼，蔡总理真巧呢，5点就出门。甲清川讲哦，啊，袂当入去啦，嘿，啊，袂当入去咩啦？哎，看到两个穿平啊衫的，入一个早餐店，食早餐，伊嘛较紧进，较对入去。哎，看人食早餐，伊嘛去叫一个早餐来，啊，跳个坐到伊个边啊。啊，哪只其实要甲问话啊？哎，我甲你请教，啊，你基地内底有看到美军无？啊，足歹话呢，伊去问到迄两个宪兵啊。因为我们徛卫兵的所在，离迄个来这中的啦，我们看不到啦。啊，足死忙的，哎，问的闲钱，因为透早底下吼，无人去食早餐嘛。啊，住头家伫咧啦，头家甲因查某囝伫遐啦。啊，头家伫边仔就听到，行过来。啊，你要问你问的，爱问我。啊，我想来问你。嗯，啊，逐天早时你送早餐入去是我啊。啊，你送早餐入去。啊！你一天爱送出一份150份，用美国人食真好，早餐拢100块。噶即摆逐天搁你送呢？啊！即摆愈送愈济呢，各位。啊！伊讲问啊，啊内底你看到飞机无？哦，有够济咯，足大只诶！啊，讲啊，你飞机送诶，我、美国诶啊。嗯，啊，你也知讲是美国。嗯，啊，中华民国迄种我看着知影，有迄个膏药伫咧啊。用我的膏药的啦，啊哦，啊你没得到证实啊，对不对？等来，总理首相，哎我，还过一摆，伊个李秀莲报告，还过第二摆过去，赶快，一摆哦，迄头家哦，哦，一摆已经220个呢。各位，我甲各位证实，清泉岗已经拢是美军的啦，而且，逐天暗时3点到4点，伊有固定的班机伫飞关岛，是你唔知影尔啦。我阁甲你讲，清泉岗内底的飞机有3架 F-22，有一个中队，伫夏威夷一个中队18架，飞15架放伫琉球的普天间基地，哎，那胖见啥架？在台湾啦，清泉岗有2架啦，啊，另外一架放伫对，放伫嘉山花莲啦。所以我甲伊讲，一架 F-22，那照因去讲啊，伊一架 F-22可以当对付300架 F-16啦。
伊若发射飞弹的时阵啊，一摆拍出是15粒啦，15粒飞机落来啦。所以三架有出啊啦，台湾很安全呐。啊，你们怕炮吗？好，即摆讲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得真清楚。美国有判决讲，台湾你今日美国美军要跟你占领。我讲一个足趣味的，伫高等法院，美国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要判以前有开一个听证会。听证会的时阵，美国法官问国务院三个律师的其中的一个，伊甲问讲：难道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不算数了吗？因为伊讲，以前伊伫答辩状内底伊讲哦，美国旧金山和平条约，他用了两个来甲取代，第一个就是用中美共同防御协定，啊，第二讲台湾关系法，啊，所以法官啊问讲，难道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不存在了吗？啊，律师啊，伊个查某哈佛毕业，答不出来，法官讲，我来帮你回答好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到今天为止仍然有效，你还欢喜呢？所以才会判咱赢呢。今日咱会变成台湾民政府，就是咱迄个官司呢。但是呢，咱迄个官司伫中华民国体制的报纸，拢讲写个林志升告输了。哼，哇，系啦，这死台湾人，不中华民国的人。含英语都看无，我讲你英语看无，你不爱相信对不对？捌英语的举手，我看。来，你捌英语的举手，拢无啊！你读册拢假啦！你捌英语举手啊？你没有，你不认识吗？你个囡拢袂晓举手吗？你啊，讲你慢吼，啊，骨头你麻过嘛吼，啊，讲叫你举手，你不爱举啦。台湾人就用这种个性，所以我叫你目睭开开有观音啦，因为你会看别人，你大拢不爱举，我不爱举。当然啦，呢，我跟你讲，来，中华民国安怎骗你台湾人？伊讲，他去参加国际组织，用 Chinese Taipei 有啊 ，Chinese Taipei 有啊，奇怪，啊，会当用 Chinese Taiwan 无？是安怎用 Chinese Taipei？ 各位 ，Chinese Taipei 是什么意思？来，我问你，这里要举手哈，中国台北举手，中国台北 Chinese Taipei。好，中华台北举手。啊，拢啊，搁接一个无举手的，你什么意思啦？你们到底你是唔系英语该用听多吗 ？Chinese 什么意思拢唔知吗 ？Chinese 台北 ，Chinese 中华台北，中华台北拢唔对。我跟你讲，这两拢零分呐，拢零分呐。啊，哪种零分？我跟你讲 ，Chinese 台北啊，其实给你骗的。伊个原文不是安尼啦，原文叫做 Chinese exile 台 government 的政府 in 台北，中国中华政府流亡在台北，一定爱伫一个城市，袂当伫一个所在台湾，所以 Chinese 台湾 no 袂使，一定是后壁城市。你若唔相信，你等于吼，你甲迄个 Google research。千里台北，英语个拍落，你个拍英文嘞，卜一个一排 ，French London， 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二次世界大战 ，Belgium London， 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 ，Korea 上海，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偏偏就是你台湾人。家己讲中国台北、中华台北，你看偌戆就好啦。有戆无？举手，恁家己戆嘛。后摆看到恁的责任，就爱甲边啊讲，迄毋是中华台北，嘛毋是中国台北，是中国人流亡在台北啦。好，流亡，西藏人流亡在德兰沙。伊叫做吐蕃，
达兰沙拉。吐蕃流亡政府在达兰沙拉迄块土地顶管，也难民伫啊，难民营爱付租金呢。哎，即马无钱，啥物人替付？美国替付。咱伫去年派50个人，咱的阁员去德兰沙拉访问，去甲西藏流亡政府见面，甲达赖见面。你看咱的网站顶管拢有，你有看哦？哦，啊那迄白白叫做哈达啦。哦，翕50个即马吼，我估计是一年内你拢袂破病啦。达赖有甲祝福啦。哎，过来！美国替西藏的流亡政府付钱给印度。中国、美国既然是流亡在台湾，伊向难民营什么人付钱的？啊，你有讲无？不是跟他讲尔？大卡一年讲吼，我拢做得破破烂烂，咱就看个气呢。气气讲，我要有所有权。无解提租金都已经足好啊！哎，怎样解骗？我保卫台湾，看到鬼！保卫台湾不是他们啦，是第七舰队啦。因为韩战爆发以后，1950年的6月27号，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你讲台湾吼，是因遐老外去给你搞的哦。那遐老外给你搞，你到这死到无没有深思啊！啊！即摆咱拢点到头病，拢改哦，足伟大！哇，对遐老外吼，我唔是讲个人卖讲啦吼，即种个政策吼，是害死你台湾人尔呢。你甲看现主席，外口你捡鱼出来拢台湾人呢，你公园你饲狗个，你行棋个，拢中国人呢，靠人安尼？老人农金3000块、6000块，你也袂低呢？人因遐中国人。无代无志就蛮贵块呢，百变拢免钱的呢，感冒就当抓伊呢，每一摆融融啊，迄、那个房间来准备好好呢。台湾人要找一个病床哦，都爱三拜托四拜托呢，我常要用拜托着的，因为我捌迄、那个，我卖讲名啦，这病院啊，足济，一定我有写啊。啊！你嘛讲可怜嘞，啊！讲伫你疾病是断两工安尼，你嘛讲创一个病床开，我当时想足歹讲的啦。我若甲帮忙伊住伫病床，一定有一个人袂当住病床嘛，爸。啊，唔知变啦，这种特权我是足无爱，但无法度，这是表示台湾人很可怜呐、啊，唔是住免钱的呢，爱钱呢。这台湾人袂晓觉醒啊！到今日也不预计啊，还阁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啊！还提供你是啊，台湾人的中华民国国籍是为谁来？知影举手。呀、啊，你上过课的拢无举手呐？迄种，你有上过课，你应该知影才对啊。我上课有讲，所以上课以后啊，你马上袂记啊，笑笑全袂记啊。说白个，各位讲，我咪开玩笑，你爱买一本册啦，《新台湾论》啦。新台湾论哦，真高啦！啊，有的人是真认真哦，读几下摆哦。你唔通讲一只上课哦，啊，你听听你，哦，你看了，我刚听到啊，有人看了，啊，干么样看了？看几遍？一遍无够，啊，真歹看到。所以你来上课较简单嘛，对不对？讲了，你真正爱看了，无咩？你若看了，你伫外口，人咧甲你讲什么问题，你都能让甲回答。我无甲你。迄本啊、哦，替台湾解决所有问题啦。所以各位，革命的先行者，爱买爱看啦，好冇？好，举手。哎、啊，有人无举手，唔知啥意思咧？搁一摆一摆，好，举手。哦，啊，你若无影，巴肚疼。哎、欸，讲实在，爱爱真爱看啦，好不？你吼、哦、上三工两，我刚两节课，我刚今日这节课啊，加啥？后日吼下晡的点半安尼尔，啊过来就高级班啦，高级班吼、哦、是好高级班，我足忝的呢，爱上六点钟久呢。啊，佫加上迄个中国国情报告，好、啊、来，啊佫讲来，等来对台湾的地位，
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已经讲啊真清楚，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日本天皇没有任何的处分条文。刚好一个第一条讲，你日本天皇未当够再讲话啊，所以麦克阿瑟用一礼拜时间将日本的宪法给修改。就第四条跟第九条，第四条就是讲日本天皇已经将伊的国事、国家的代志，拢总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就交予首相。第九条就是讲日本未发动战争，所以这边自民党的安倍晋三打破历史上连任啊，退任以后，搁再动算嘞，是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我们台湾民政府推荐给美国的，我绝对敢跟你讲啊。因为安倍晋三迄当阵，咱伊个进行个年外孙啊，安倍晋三的助理啊，有人在家受训，甲故意赶快坐伫家，坐伫家受训。咱讲起论述来听，甲故意赶快啦，但是恁的嘴啊，拢无开开啦。遐日本人拢开啊！啊，阿来哦！哦，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我讲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啊，真的啊！阿那讲了讲啊，为啥呢？啊，现在怎么办？我讲你听好清楚哦，是日本天皇的，不是你日本的哦，不是日本政府的哦。啊，有人听我讲安尼了，讲哇哈，赞！安尼，我来告日本了，我要摕到日本的国籍，告输诶！为什么？你即摆日本和以前的日本帝国是无共款呢？即摆日本是去予修改宪法以后的另外一个日本呢？啊，原来日本帝国的国籍，所以你甲告新的政，即、這个日本的时阵啊，宪法改变以后，你讲要讨日本的国籍，日本就判输嘛，一定判输的嘛。伊讲你若要讨，伊是无甲你写呢，你若要讨，应该去告。日本帝国才对呢，各位，就是因为是1945年四月初，日本天皇实施宪法在台湾，所以咱台湾人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大臣的臣、臣民。日本因为宪法修改，日本的人民变作日本天皇的国民。注意哦，今年8月15日。日本的靖国神社正式通知咱，恁台湾政府的内阁会当派内阁甲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日本8月15日，和日本的内阁共同参拜靖国神社。我甲问东，小戴，啥物人徛伫头前？这真重要呢。谁站前面？谁站后面？你要靠徛头前，还要徛后边？要站头前举手，好啊！要站后边举手，但你要站头前要有理由啊！美国跟你讲，日本跟你讲，为什么你站前面？啊，我这是日本呢，我应该站头前，你站后边才对啊！我讲 no， 你的身份是什么物件？日本天皇的国民啊！我的身份什么人？臣民，臣民较大是国民较大？臣民嘛，贵嘛，知影臣民。我讲前面他都讲去啊，伊即马等伊了啊，伊讲我们要修宪，伊就开始要修宪，你无烦啊？安倍晋三要当选的以前，自民党是108席，众议员480席。伊要当选的以前，要选去以前，美国甲我讲，这边自民党会赢2/3到4/3之间。108席要赢到320席，2/3，你美国你臭屁，算你赢啊？夭寿哦，有够准！自民党294席，嚯，贵一倍较紧呢。啊，佮加上维新党54席，啊，佮国民党19席，超过啊！伊要修宪足简单个啦，伊会修宪，我甲你讲，即摆修宪哦，修了个地哦。伊即马甲咱共款，伊嘛要尊皇，就是要尊敬天皇。我讲你卖假手，我大声。
因为咱若尊敬天皇，对日本天皇效忠哦，我们台湾的地位才会正常化啦。有这个观念伫内底啦。而且日本天皇已经袂当甲你管啊，啊，你先甲拜做精神领袖那要紧，会使无？我甲你讲哦，日本总督府的迄个官制啊，甲今日无取消呢，你有惊到无？日本天皇即卖要派一个总督，可以呢。啊，咱台湾政府已经准备好啊。咱的总督是啥物人？咱的主席啦，苏呢啦，曾根宪昭啦，苏呢足好个呢。咱去年比150个去靖国神社甲参拜，今年派220个去靖国神社甲参拜。人苏呢吼，一个人拢送你一条内裤带呢。迄内裤足好个呢，银白色个。啊，咱拄啊开始政府成立的时阵吼，咱拢无钱啊。各位讲到无钱，我甲你问哦，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有甲你扣钱无？有叫你募款无？你讲哎，我今日交交6000是交迄个，你咪交我呢？你是讲住伫遮，食人十顿呢？民宿呢？民宿哪个甲你收6000啊？三天啊，收6000啊，是10000啊？拄啊好尔啦，对不对？啊，无对面拍手咪？人家拍手唔敢管你管你行呢？公道啦，真正公道啦。所以当然啦吼，今日坦白讲，今日方向哦，这初级班讲100几个哦，惊死人。房间一边拢无大咧，啊，有迄个306、307的遐18的学员啊，爱去住后壁，迄个也做黑熊部队迄个宿舍呢，啊，这无法度吼。因为阿伯恁来拢外先讲啊，啊，互相来遮济人，所以吼，不管原来是安尼啦吼，你来需要免上课，啊，咪要享受嘛，对不对？对不对？欸、这无声的吼，唔是要享受都无声的。但是呢，我甲各位讲吼，迄、那个306、307，若要洗身躯吼，伫这栋的迄6楼、7楼啦，吼、哦，这栋的6楼、7楼，这个其他的人吼，拢伫你家己的房间的迄个浴室洗就好啊。啊，6楼、7楼呢？是拢查甫哦，叫恁查某的吼，唔通去6楼、7楼，吼、哦，迄女生禁地啊，止步好。啊，恁在恁房间倒啊，恁不一定爱6楼、7楼。明仔，我先话先讲，等你袂记哩。明仔呢，啊，做6点起床，7点食饭，7点半，6点食饭吼，啊，过来就是8点呢开始上课。明仔上课是真艰苦哦，我先跟你警告。8点爱上啊，暗时10点哦。你若讲无你上课哦，你坐到脚床边哦。啊，但是我拢有伫咧啊，我拢坐伫楼骹，啊有啥代志拢会当来催啊。啊，这是明仔载的代志。啊，你有人讲哦，上这个课袂歹，啊真正袂歹啦。你讲看咱的课程，50分钟一节课，50分钟一节课，每一个学员哦，拢非常的优秀。哦，你明仔载上了，你就知影。啊，上到后日吼，你会讲哇，我得到很多。啊，到第三天的时阵，同款6点起床，7点食饭，7点半的时阵，7点半的时候，照美国的意思，受训的人送你一只那个一面美国国旗，免钱的啦。而且这个美国国旗，你摕回去出来爱挂那个挂起来，特别交代，听清楚哦。未使用德国，台湾人最爱用德国的啦，不可以用竹竿啊，一定要用旗杆，人家是美国国旗呢。啊，迄个美国国旗你甲挂了，啊，若讲可比讲哦，时间久吼，啊，风吹和扇破的，从那垃圾去，无要紧，摕转来换，一面换一面，免钱的，哎，好无？啊，不怕破坏啊！啊，劈蛇哦，绝对劈蛇！美国国我叫劈蛇，这边快破！美国国旗绝对劈蛇，安怎讲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啊，今年来第二摆啦。在迄个11月7日，潘内达就是国防部长，叫国土安全部，就是即摆签证迄个组织啦。安全部呢，上一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机啊，好人呐。这机啦，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机啊啦，啊，美国拢安啦，
军队若要出现以前啊，旗啊先到。所以呢，我甲各位讲，一直甲咱暗示，佫加一句话讲 ：As you wish， 如你们所愿。因为咱各位高层讲哦，啊，你军事占领，啊，你乃要直接入来。所以内湖啊，20000平的土地啊，你知影伊租偌久无？99年加99年，你敢捌看到这番作用？全世界有三个所在是99年加99年的，拢是美国甲人战争以后。强迫对方爱签的，第一个是古巴关塔纳莫湾，99年加99年。所以卡斯楚到今日为止，伊不爱去个领钱呐，伊不爱领你倒有代志，我给你寄去国际银行啊。啊，当时我签了，我去以前，啊，你当个总统，你来跟他签的啊。哎，爱遵守无？爱。第二个，普天间基地日本，日本签的时阵，佐藤荣作啊，今日等于去皇妈。竟然将迄合约书啊，摕等于引导抗的引导的金库，一直甲鸠山做总理时阵啊，鸠山出来讲，伊讲啊，就要我要甲美国赶出去啦。哦，美国足受气呢。啊，美甲鸠山见面的时阵呐，坦白讲，因为有人伫甲咱见面嘛，我袂当讲啊，啥物人袂当讲。有来台湾，我有看迄个合约书呢。伊讲我要甲问美日本呢，日本的核弹迄个。迄、那个啊，做鸠山，这份合约是有剩无？鸠山一个看有剩，我辞职下台。鸠山如下台啊。第三个就是内湖啦，内湖是20000平，内湖要变做美国亚洲地区的军事中心啦。你哪捌看到迄个合约讲99年加99年？按两公是大使馆，你永远不会断交吗？所以，美军伫台湾，各位啊，你会当好好困啦，免烦恼啊啦。有人甲你徛卫兵，你烦恼啥？咱嘛免买武器呢。虽然过美国以后，我甲美国讲，因为国务院有宣布讲哦，恐怖组织的三个要件呢。就是说你两身起的恐怖组织三个要件，符合这三个组织呢，就是恐怖组织啦。第一，你有武器，中华民国有武器吧？你说吓死人，咱立钱都唔知道吗？中华民国的武器是咱立钱，咱台湾人立钱，这不公平的。第二，中华民国。第二就是讲，唔是一个国家。宾拉登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不是国家，美国讲的嘛，有无？台湾不是国家，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有无？所以中华民国不是国家，而且它有武器。第三点，在当地征兵。哦，我想起这点，因为我去做过兵啊。所以美国甲讲，中华民国是民间组织，啊，国家去。咱伫替民间组织去做兵，啊，做唔捌的物啊！所以我甲美国讲，但我即爿歹甲讲，我若接着政权，第一个我找你美国，你要赔，好冇？查甫有去做嘛？有诶，若要赔举手，哦，无举手我歹赔啊！我先来讲，若无举手我这样翕起，我歹甲你赔啊！要赔举手，对啊，我嘛袂，啊，我为人做三年。做三年更加戆，啊！你看出来太从容啊！哦，迄做第三年讲到安尼不合法，迄两年嘛不合法，啊！你别算三年，所以你也看哦，咱一个告美国，我甲美国讲，我不能当兵，伊叫马英九不能再服兵役了啦。所以开始安那，过来，你也看所有的部队的 logo， 迄红阿飘啦，迄高腰啦，拢摕摕掉啊，有无？知影举手。咱来举手，好嘞！哇，三分之一尔，迄战车、坦克车，还是军舰，还是飞机，顶悬的迄个高腰拢无遐。来，相片我看者，迄、那个高腰，坦克车的高腰，各位，车顶摆拢无遐啦。恁哦，我讲恁哦，拢无咧注意看电视啊。恁光看看电视，拢看一半尔啦，看你爱看的物件啦。啊、我来跟你讲哦，伊个即摆只电视拢你个害，这是古仔吼，你个吼，这古仔哦，
这是报废的武器啊，这是报废啊。哦，来，这是报废啊。啊，即摆上新的新的相片来，迄、那个即摆很准时的相片，你甲看麦啊，看有伊迄、那个迄、那个这青天白日迄、那个无去呢，甲取消掉面呢。哦，来，有啊，拢摕掉了，汉光演习哇，你有看无？你拢无你注意啦，你看电视拢看假的啦。啊，若讲哪一个明星安那吼，大家拢看就欢喜。啊，叫你看这不要看啦，这重点啦。啊，过来飞机、战斗机，迄、那个跳飘头拢无样呢。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讲无飘头，你足见呢？敢有？绝对无嘛！你看，这直升机啦，嘛无样，拢无样，有啊？这两家民视吼独家专访三架直升机。安尼说，安尼说，我甲看几波拢无诶，但是你不要看咧。啊好，军队伫取消，免做兵，咱来功劳啦。啊，你替咱家己拍手嘛。所以有真侪人到今日为止还搞不清楚咧。我若甲你讲中华民要结束啊，敢有可能？对不对？够可怜，你甲讲这现象我听，是安怎？咱的报纸这半年来顶要超二十摆半版呢？不是刚顶《自由时报》呢，《联合报》《中国时报》《苹果日报》拢顶呢？啊，你袂感觉真奇怪？那《联合报》甲《中国时报》要甲你顶？啊，你顶外个写讲中华民国是民间组织，要驱逐中华民国呢？哎、啊，那边给你定，所以联合报一念中南部，那主管看到讲吼，这个幕后一定有一只黑手。这个黑手就是什么？噶，林书豪啊，讲安尼以讲上帝啦，啊，我讲的这个是啥？我无讲哦，你讲对了，你也当讲，我袂当讲。咱有迄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笔记哩。从哪里来啊？各位，美国在给你帮忙，但是台湾人不要帮忙你自己呢。所以我希望说这四千名要给我完成，各位你们帮忙哦，可不可以？可以。会举手？好，如果没有你八道田，我想要说因为我不能给你救救工不好嘛，吼，刚才讲你巴肚疼嘛，疼就好啊嘛。那你巴肚疼，你就会记讲哦，去给外刊介绍人去受训，四千名呢，四千名呢呢，啊，受训前爱四十一万分，啊，四十一万分安那省的嘛，你知影无？背下就，嗯好，这你搞拜托我再跟你讲啊，两千三百万，其中有三百万是中国人。就是中国难民在台湾的啦，所以扣掉剩两千万啦。两千万内底有一半认为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遐笑的，甲我切掉。剩一半本土台湾人一千万，一千万内底这几年啊内底投票率啊67%，所以一千万乘以67%多少的667万，667万内底，佮扣掉。无满二十岁，未当投票的，还佫靠差一半。这美国靠的，差三百几万，三百几万。南苏丹东西被独立的时候，联合国改讲，你有12.5%的人投票同意，我就让你独立。啊，335万乘上12.5%，41万。那哪有简单无？解释一下，做袂到吗？这我会记的，我跟你说你不用去革命，我没叫你去拿刀，没叫你拿枪，只是申请身份证41万而已，这样才有困难。啊，这41万的身份证拿到，那是台湾政府的身份证，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三立要求说跟他说自治啦，我是要怎自治，一只机器是几十亿，我是要怎自治，是美国给我们做的啦。我跟你说、哦、中华民国的护照、哦、那个晶片也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做的、哦、跟我们同样、哦、国土安全部是什么样的单位，本来说签证用 AIT 对不对， AIT 是民间组织呢，啊，国土安全部是官方的组织呢，
啊，即款 A A T 本来有450个员工啊，即款剩下咧40万。啊不，40个，拍死！啊，我讲唔对，太兴奋了。450个员工剩40个，40个要去内湖，各位，你想嘛知影？你袂好看，因为台湾管理法马上美国就要给它 suspend 啦，要给它悬挂起来，要给它吊起来，要恢复啥？旧金山和平条约啦。所以美国要入来台湾是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开始实施，美军入来，台湾民政府，美国宣布讲，你伫华盛顿 D.C. 的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迄、那个牌子，给刷登来伫台湾，啊，甲咱这人夹起来。台湾建后成立，我没有开玩笑，我讲实在，而且我们会这样做。虽然呢，咱这干部嘛拢足辛苦，也咧困，甲恁同款，啊，恁困一摆尔呢，我已经困48摆啊呢，啊，佫加上，这48摆乘以3呢，佫高级班十一级呢，佫迄个高刷组的6级呢。啊，够迄个大学生4级呢，吼、哦，头一级哦，温度6度啦，啊，热天拢无迄个物件，迄冷气是今年才装的尔呢，才装的呢，迄是迄、那个那油老板哦，可能讲大家伫受温，遮尔啊济人哦，艰苦，爱特别去装这两家呢，遐你茫这两家，你过10万呢，你就是讲哦。你交一个6000块还是10000块？吼、哦，还头家咪赚偌济？头家倒了钱，我跟你讲，有8个查某囝啦，一个查某囝拢甲伊讲，你爱交100万给因老爸。嗯，啊，阮老爸这个所在租你无钱好听，啊，阮就爱搁一人搁交100万。所有的装潢拢一样的，啊，有了不起不？有没有了不起？甲拍手。各位，咱台湾民政府已经变成台湾政府。我再讲一摆，咱不是政党，咱无要选举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有两种人，一种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另外一种是咱本土台湾人。这两种的人合作会，你怎么公投？所以美国说不可以公投，是安尼啦。你两种人嘛，你投票的结果是你本土台湾人意见，还是你遐中国人的意见？不知道嘛？你在主权又搁日本天皇的手头，所以你不能加入其他的国际组织嘛？你不能加入联合国嘛？所以你有阵啊，以前可能感觉讲，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竟然讲我袂当加入，啊，你当加入，我拢袂当加入，原因是啥？你也去问日本天皇啊，处处无同于以上。哇！这间厝我住即久诶，恁细厝住即久诶，还是恁家己厝住即久诶？当然是讲细厝啦吼，因为你寄伫人即个中华、迄个台湾即个土地嘛，一个住讲久，搁住68年啊！来，公道，干咪说？会使无？爱问厝主呢？房东不同意呢？台湾是台湾的，台湾未通的管理咧，你有你交地价税无？有诶，举手。你不管你租也好啦，还是你也拢同款，你有交地价税举手，拢有嘛？地价税有嘛？啊，土地税有诶，举手，拢有啦，免讲啦，走袂去，中华民国万万岁啦！你交税意思什么意思？表示讲你诶厝，还是迄块土地，拢有一个地主，拢有一个头家嘛？啊，所以你爱交税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各位？哪阵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免交任何税金啦，迄你也要交什么税？你今日爱交税，就是因为这块土地要去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因为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伊暂时有那个管辖权，所以你交钱给伊啊。啊，日本天皇因为第一，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 B 未当管 suspend， 叫伊悬置起来，暂时啦，就是咱。告美国，甲美国讲袂使你，你爱来替我台湾解决，你爱将马英九甲载走，所以我估计马英九
一定让美国会用直升机给解决再造，你不能笑，会发生。所以美国他说一句话，原来 Stephen Young 杨淑丽啊，在香港，现在在香港，他没注意说一句话，因为我们要解决中华民国很简单，五分钟就行。我想说五分钟啊，直升机再造就没用嘛，五分钟而已。所以我说啊，我已经约了给再造。中华民国若将马英九再造，啊，讲宣布讲台湾政府伫华盛顿 D.C. 刷登来台湾，啊，咱这个人夹起来，啊，你不是政府完成了吗？啊，你讲啊，你敢没法度？啊，你会不会革命？美国已经将中华民国喙齿甲扳掉啊！咱有伫训练黑熊部队有无？黑熊就是要接所有的警察。欸，咱训练，我突然讲训练几万人，咱唔免，咱训练警察的头头啊，咱的训练的人拢是所有的派出所，派出所所有的分局的头去甲接，这乌心啦，你捌看无？我甲你讲哦，你唔通看这呢，足济迄个什么呀，做什么洞什么洞，看到拢足羡慕的呢。啊，你哪有这种物件？这种少年啊呢，拢是家己报名的呢。各位，咱是真真正正是一个政府呢，咱安尼训练，无人敢甲你讲安怎呢，嘛无人敢来甲你抓呢。你惊无？未惊啦。啊，然后惊你讲迄拢是我啦。为2005年写的论述到今日为止，无人来动啊。没有啊。啊，你免烦恼，你唔惊，你免烦恼讲我叫暗杀。哪敢暗杀？我讲今日暗杀，明仔载咱台湾政府就马上成立，哎，好不？潘什么这么多？潘什么这么多啊？哦，我一个希望呢，不对呢。我刚刚暗在你讲好嘞。所以哈，这他可以开玩笑了哈。不过我爱期待哈，因为咱的时间无真济啦，安尼四千名嘛真紧啦。已经训练2000几啊嘛，啊、哦、初级班啦，啊高级班是1000啦，所以咱高级班啊开课哈，咱的高级班当然就爱到2月22、23、24哈，啊因为过完年了，2月15、16、17是第49届，每三届普通班都接一届迄个高级班啦，哦啊恁会当提早报名，啊啊迄个报名呢，恁直接来报名就好啊，初级班来报这個高级班啊是直接报名就可以。啊，看吼，即摆开始呢，因为广告伫出来吼，啊，报名的人愈来愈侪，可能咱开始要限制啊，啊，要甲酒店讲吼，以后不可以这样啦。迄个看你一摆几个吼，啊，无安尼吼，啊，像遮侪人来吃吼，啊，饭嘛无够呢，哦，啊，大嘛无够呢，啊，所以今日足歹势，有几个查甫的吼，啊，甲你赶去后壁，诶，黑熊部队，啊，去遐后壁无黑熊啦，免烦恼啦，迄是黑熊部队。比如说后面有黑熊啦，今天呢，我的课要到这个地方，后面呢，礼拜，礼拜的时候，礼拜天啊，那个，到时啊，您都可以倒回来听课，不用钱的，礼拜天，下午1:30，我的课，你们可以回来听，同时呢，明天中午啊，那做西装的会来，西装就我现在穿这书，咱这干部大家拢穿拢一束，这一束呢，咱的学员去做的，顶面衫一领，两领裤，安尼5000块。啊，咱若可能买日本啊，是啥物团体活动的时阵吼，我是建议讲大家拢是干部啦，啊，干部可能有一天哦，拢爱穿礼服啦，咱的礼服就一束啦。啊，查某是吼，一领衫，一领裙，一领裤，啊，5000块，啊，5000块吼，即马有人吼，去牛牛的吼。啊，袂记哩啦，所以我即摆甲因讲，甲迄个做生意讲啊真好势。你量了，你钱家己去回去，吼、哦，伊家己回去，回去伊若接到，伊马上甲你做，一个月内底一定爱甲你完成，安尼真公道啦。啊，你若讲量量诶，啊你袂记回钱，歹势，我讲你卖做，吼、哦，一定甲迄个人钱回去，哎、啊，回去以后一个月爱做好你，安尼公道无？所以呢，你若要做诶，这不是强迫诶啊。
唔强迫呀，这是一梳西装，啊个两两裤吼，5000块很可以的。你家己买一件裤都爱，干免2000-3000块，对不对？所以我是认为讲还不错啦，啊这种手工做的，应该还可以接受了哈。来，我今日上课到这个所在，来谢谢各位，楼下有点心，楼下有点心哈，吃可乐。加嘞，阿哥。